太鲁阁国家公园举办2023与天翔有约系列活动，主打无感体验，全新规划五场动态与静态课程。而除了赏鸟活动外，课程内容横跨自然、美术、体育，还有餐饮跟人文，以及艺术跟建筑等学门，让民众可以在国际级的户外教室中体验出太鲁阁国家公园的魅力。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在2023年的2月到11月将举办8场次的系列活动，课程包含户外自然景观手作课程、身体律动、建筑与山村聚落的巡礼、巡山工作体验以及品尝活动。从112年的2月份一直到11月份共有8个场次，其中除了2场次的赏鸟活动在部落湾以及西堡举行之外，其他还有6个场次，包含了 Level 1 赏鸟初心者、天翔猴处鳖、生育绿水瑜伽、落潮山庄时空旅行，以及小小巡山员和童话画天翔的活动。其中落潮山庄时空旅行是结合在地社区以记忆里中横的味道，带出落潮与中横的历史回忆。课程十分的丰富精彩，希望透过上述的活动让民众对太鲁阁国家公园地区有更丰富深刻的认识与了解。活动的丰富，卡式坚强，好吃好玩，名额有限，因为提供餐点、森林疗愈、绿水瑜伽，着收报名费150元，落少山庄时空旅行报名费500元，学生半价，其余的活动皆为免费。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能够尽早到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官网报名参加。记者林杰、秀林香采访报道。